主料：丝瓜两根，鸡蛋两个，辅料：油、盐、葱。准备时间：十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十分钟内。将鸡蛋两根取皮备用，将丝瓜切片出水后，沥水备用。鸡蛋打成鸡蛋液，炒锅加热入油，待油温升高，倒入鸡蛋炒熟成瓦备用。将炒锅加热入油，待油温升高，倒入丝瓜炒熟，加入已熟鸡蛋同炒，后按个人口味加入盐、葱花翻炒小会即可解锅食用。烹饪技巧：做丝瓜时一定要去掉皮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